全体注意，每一年海陆空三军都会开放军营，让大众走进军中了解我国的国防状况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三月，就有机会可以登上海军的军舰哦。别错过此次的大好机会。这次开放了14天，且只有中华民国国籍的民众才可以登舰入营。外籍人士若没有事先申请，是没办法进去的哦。海军敦睦远航舰队在3月份将绕行台湾一圈，从3月15日开始，从高雄出发，依序在高雄、台南、澎湖、台中、基隆、宜兰与花莲各区域停留2天，开放时间为9点至15点。由于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限定，入营时需出示有照片的合法证件，外籍配偶需与具备本国籍的国民配偶一同入营，而外籍看护需与本国国籍的雇主同时入营。切记，外籍人士未经申请是不得进入的哦。